真可以好好吃个饭的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怎么了吗？今天早上被杨总骂了一顿，这个月的业绩不够。我也一样啊，早上先被他骂了一顿。你也是业绩不够。嗯，这个月大家业绩都很差。喝杯茶吧。好，先不要讲那么多嘛。对，我昨天我老婆准备跟她准备一个晚上，先看她听我背了一下，背一下。刚刚你老婆给你准备什么？这菜色虽然有点简陋，但你还是。这个礼拜的便当菜色都一样啊。菜色都一样吗？你不觉得吗？你自己做的呢？可是我觉得我菜可以用很多哎。可是每天菜色不是小黄瓜，它跟一些香鱼、豆干，跟一些香肠酱而已啊。而且每一个礼拜。每天菜色都一样啊。可是你看菜啊、肉啊、蛋啊都有了啊，营养都很均衡呢。是同事笑我说，怎么老婆做便当都像国民便当一样，每天菜色都一样。就是他们吃不到好不好？他们才这样讲，他们是酸葡萄心理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希望说你明天菜色可以丰富一点啊，多加几样菜啊，不要像。这个礼拜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我在讲正经事，你先听我讲。好，哦，知不知道？是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我明天就帮你多一点菜色嘛，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啦好，我明天就帮你多一点菜色。哇，多了两根香肠啊！对呀、啊，昨天说要帮我加菜，怎么看一看，只是多两根香肠。哎，今天看到你便当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你不要说你啊，我自己都是的。对呀、啊，叫他多几样菜色，有多了，才多两根香肠而已，根本没什么变嘛。多两根香肠，我看这菜色根本，昨天煮剩下的吧？你昨天有没有吃完啊，大哥？没关系啊，就要看一下就对了。你看，能做一样的菜色，不简单的嘞。叫他不要做，我叫他不要做。今天的便当好吃吗？我今天弄好多菜给你哦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，我觉得说哦，你可以不要每天都吃香肠嘛，可以换点别的嘛。香肠很好吃哎，我超爱吃香肠的。每天吃也会腻啊，换个不一样的菜色嘛，不要每天都吃香肠。换菜色。哎，好。就换菜色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帮你换菜色。好。好。哈哈，你老婆是在耍你吗？香肠不见了，变两颗卤蛋出来。对啊，他家这两颗卤蛋还破掉的嘞。然后加几个跟牙线一样细的小黄瓜。这个是要给谁吃的？我们今天吃好再到烧肉店包的。对啊，又吃到又要去那边吃啊。走啊走，这种东西。走走，那东西先收走走。走走走，走走。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走，走走走走。走。好，先这样，到了。老王啊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便当的事情，让你帮我做一些菜色。可是你怎么就只帮我多加两个卤蛋，香肠换卤蛋而已？啊，你不是不喜欢吃香肠，我就帮你换卤蛋啊。可是你换两颗卤蛋会不会？哎呀，会看啊，他好笑哦。你先认真，先听我讲。真的好笑哎、欸。好，你先认真听我讲啊。对啊，你不觉得换两个卤蛋这样
太单调了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那个，哎，我去小城那隔壁巷子小城买的，他们家卤蛋卤的多香啊，都要卤12个小时呢，我还帮你用2颗番薯蛋白质哎，那是好好吃。每天那边帮你做菜，你还闲成这样，嗯，我不知道现在菜价多贵啊！啊，那卤蛋现在一颗都7-8块，给你2颗都快20块了，你还在那边闲，说那老王老陈怎样，怎么还跟人家比？到底是在上班还是去那边比较啊？奇怪，跟你的便当吃啊，连啰里吧嗦，不知道在家这么辛苦啊，真是。我猜测是不是？我给你加，给你加。